近日，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急剧恶化，本地病例有明显上升趋势。对此，香港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应对确诊个案进行全流程追踪，尽快控制疫情蔓延。因为我哋喺过去三个礼拜个病毒已经升咗九倍啦，我哋如果而家唔做嘢，可能入面呢好快入面我哋每日嘅个案再过多三个礼拜呢可能变咗系几百个个案。然后每一个个案都系一个即系话我哋要切入追踪嘅地点，系双向追踪，既追踪源头亦追踪佢哋嗰个继续嘅传播。系希望能够斩断喺家庭内部、喺工作场所同埋啲社交聚合聚会嘅场所入面嘅所有嘅继发式嘅个案。如果两方面我哋做嗰阵时候呢，其实我哋仍然应该可以喺几个礼拜内呢系将个疫情系初步控制嘅。除本地病例激增带来防疫压力外，梁子超分析称，未来一段时间香港还可能面临大量外来输入病例的风险。我哋除咗面对本地嘅爆发之外呢，仲有一个持续嘅喺啲个高危嘅地方，即係话系嗰个输入嘅压力，尤其是嗰啲嘅一啲嘅回流嘅人士呢，包括我哋可能喺12月初入面可能大量嘅留学生会回流嘅，喺圣诞假时会回流呢，嗰度系有一个风险。希望呢喺呢两个礼拜内呢避免一个疫情入面呢系翻几番。如果我呢两个礼拜内嘅疫情嘅增长系能够受到舒缓呢，跟住嚟紧嘅时间入面呢，我哋都比较容易控制嗰个疫情。梁子超认为，基于香港当前的基本情况，封锁社区或存在一定难度，避免人员聚集，严格控制社交距离，是当下控制疫情最有效的方式。你系唔可能话你将香港入面呢，全港系话所有嘅地区入面呢都全面封锁，做一个小社区管理，因为我哋冇咁嘅社会嘅基层结构，亦都冇咁嘅动员能力。譬如好简单啊，就算我哋真系话将个市面呢啲人聚集嘅场所入边嘅人数减低咗一半咁先算。如果你减低一半咧，个传播源出现喺呢啲地方嘅机会会减低一半，暴露喺呢个传播源嘅人咧又会减低一半。咁实际上呢，我哋已经将去呢啲咁嘅聚集嘅地方嘅传播风险呢减低咗四分之三㗎啦。呢个系最快同埋最有效嘅。